郭台铭真的要走参选这一地步的话，他不能只靠一本《和平宣言》走天下吧？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郭台铭为什么讲参选有决心，好，选下去没把握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。郭台铭对于他的选举之路，我们可以说从这三场屏东、苗栗到北投，就是关渡，这三场可以看得出来人数越来越少。当然现在很多人讲郭台铭有两三千人、两万人的造势如何如何，但是我们做一番比较，各位就可以知道2019年寒流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看就是寒流一条龙的服务业就已经形成了，韩国瑜所到之处万人空巷，就是韩国瑜只要在台上讲，因为台下没有一个人离开，韩国瑜走了以后他们还是没有离开。那像郭台铭讲话快要到终点的时候，各位就看人已经走了三分之一了。所以我们现在看郭台铭的造势是两万人的造势，两万人的造势，我可以告诉各位必然是要经过动员的。我们搞过选举通通知道，你要动员一千人都非常困难的，你要动员一千人都非常的困难，你何况是两万人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你郭台铭，他无论到苗栗，无论到屏东，无论到北投，就是关渡这三个地方，各位仔细去看，因为郭台铭有一个家就在关渡附近，叫做八四一街，就是八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，四是四立的四，一是一二三四的一，街是街口的街，他有一栋房子是在八四一街，那算是他的别墅吧。那我们从这个地缘的关系来看，苗栗是有徐耀昌等人帮他进行所谓的动员，屏东就是周典论，关渡就地缘就是他们家就住在那个附近。那其次就是郭台铭他也相信，好，八四一街的上方就有一间好关公庙，郭台铭经常到那个地方去求开示，好，去求开示就在那个二楼。好，因为那我曾经在那个地方不经意的碰到过郭台铭，不经意的碰到过郭台铭，很多政治人物都到那个地方去求开示或者求智慧。所以我们从这三场可以看出来，就我的朋友他在郭台铭那个地方，星期天是8月13号，8月13号呢，我跟他通了一个电话，他就告诉我郭台铭的心境是啊，联署，他认为他的联署让他参选是有这个决心，就是参选有决心，选下去没把握。现在郭台铭的心境大概就是这样，好，就是说参选他有这个决心都已经展现出来了，但是选下去没把握。就是换句话说，现在郭台铭的思考是在下一步如何选下去，参选联署也好合作也好，对郭台铭来讲都不是问题，现在就是你选下去的把握究竟那是什么。那郭台铭也自己面对了五个问题，是他讲的非绿联盟下架民进党，当然他讲的是说是以他为一个核心来下架民进党，但是当这个核心不存在的时候，你下架民进党的口号呢是成为一句空话。他说这个第一个他郭台铭必须要考虑的，第二个就联署参选来讲，对郭台铭来讲不是问题，真正来讲不是问题。他说问题是说联署之后的下一步怎么走，他必然联署这些县市长，因为国民党设置了断点，那这些地方派系没有办法正大光明的支持他，只有暗中支持他。可是暗中支持他，各位要知道暗中支持跟公开支持那是两回事，暗中支持能量有限，只要他参署的话，参选的话，国民党跟民众党必然会有非常强烈的反应，这个政治后坐力
郭台铭必须要想到。他说第二个，那你的第三个怎么选下去？怎么选下去？所谓选下去，他问题很多，要不要主导？要不要提名？还是要不要招降纳叛？我们讲叫抓降纳叛，那个时候的烦恼才要开始。这个是第三个。那第四个，蓝营选民会不会支持郭台铭这样硬干到底？会不会？就是说，当蓝营选民对于郭台铭的硬干到底非常反感的时候，那请问一下，郭台铭怎么选？这个是第四个。第五个就是郭台铭自己本身的问题。就是说，真要参选的话，他的很多政策主张都要接受检验。可是郭台铭现在提来提去的，就是最重要的是金门和平宣言。那金门和平宣言，他说他要到美国，他要到日本去推销。好，金门和平宣言，可是在台湾没有引起极大的讨论潮。那换句话说，郭台铭真的要走参选这一地步的话，他不能只靠一本和平宣言走天下吧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郭台铭为什么讲参选有决心，好，选下去没把握，关键就在这里。